帮他扒肚皮。走了。那么你就死去了。不会。你抱着扒肚皮怎么会死？那抱着你的身体。抱着我的身体也没事。哎呀，我的肚皮太大了。怎么够不到我的手了？你太小了，爸爸也太胖。干嘛？哎呀，抱着你的好爹爹。好吧。呵呵呵，你听到鸟叫了吗？喂，妹妹吃了唐僧肉，唐僧不老啊。还知道唐僧肉，就知道还要吃唐僧肉。我整天吃唐僧肉。还没吃够吗？妹妹。就吃到唐僧肉，唐僧肉就那么一点点，被吃光了怎么办？吃光了就唐僧老啊。那别人吃不到了。那七个妖怪吃了。女妖怪生小妖怪，也长生不老吧？那打大妖怪。大妖怪。没见过。那个小妖还有他们的那个七个妖怪的那个。哇，这里太阳好。高的那个。我都不知道。那是他的妈妈还是？妈妈吧。肯定是妈妈。嗯。他们生了小妖怪，小妖怪也有七个。嗯，你看那个大头，嘿嘿，大头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你听过这个故事吗？一个中国人都看的故事，这是个小公园。